下吧，刚才我刚开始离开汶安的时候，刚才经历一个红绿灯，那个有一个坑颠了一下，颠了一下以后，我就感觉后面咔嚓一下，我就下来看一下，我的摩托车和前车分离了。我看了一下，原因是这里，是我走的时候什么都接好了，我这个安全扣，这个保险销没有装上去，在刚才颠簸的过程中，这个一下。可能这个也没接，刚才这里也没有卡好，一下弹开了，摩托车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以后呢，我这边有安全绳，这根是安全绳，是扣在那儿的，就是把拖车拉着了。幸亏速度不快啊，没有发生危险。但是摩托车掉下来了，前车呢，500公斤，摩托车500公斤，500斤，然后这个拖车也有300斤，我现在一个人搞不定。这个路上现在还没有人过来，然后有人过来的时候，我请求一下帮忙。但是我现在去自救一下吧，自救一下。走路进去啊？不行，就这里是不行的。刚才试了一下，我这个千斤顶的肯定是不行的。我刚才最多能顶到这个点顶起来以后，这个后轮直接就顶起来了，所以这个角度是不对的。前面呢又没有好的支点。哦，其实我是有猴爬杆的。呀，这个时候它显出来带个猴爬杆是多么的重要。如果带个猴爬杆的话，这里一卡，稍微顶一顶就起来了。看一看啊，这个简直就是脸着地了，直接就是脸着地了。往后面看一下，真的这种，真的疏忽大意是最危险的。如果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如果是跑高速这种情况下，要是突然间脱钩了，速度车速肯定不会太慢，即使我发现了，在减速还是一个过程的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在这种国道上面呢，我本来开的就很慢，而且又是红绿灯。当开沟的那一刹那，我就感觉到后面咔嚓一声，我就赶紧减速。我从那个后视镜上面，那流媒体的后视镜，我就可以看到这个车子脱钩了，我就赶紧就停下来。所以说没有问题，也没有说给前车带来冲撞。唉，但是这种粗心大意的事情，千万不要再发生了，太粗心大意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是在等朋友过来吧，还好这边不远，刚过石林一点点。好在汶安的兄弟多，他们过来救援了，那我就乖乖的等着救援吧。上天在酒吧的时候，还抓了一把瓜子在兜里面，一边等朋友来救援，一边嗑着个瓜子吧。你看，我们一家三口，还坐在副驾驶，迪迪下来抬车。蛋蛋也下来抬车，下来帮我抬车，下来给我抬车，干啥？你是这啥意思啊？你要当司机呗？你要开车呗？是不是你要开车？行吧，那我等一下车子弄好了以后你开车啊。气不气人？气不气人？你说，这两个小毛孩一个都不起作用，下来帮我抬抬车多好。等了啊，小姐姐来救援我了。小姐姐来救援我了！哇，带这么多壮汉过来！你看，我们两个才刚刚分开。对对对，又见面了，是不是？我说的嘛，汶安人不允许你就出不了汶安吧？刚分别又见面了，你看。这是你说的路上见嘛？还带了一个大壮汉过来，你看没有？你看嘛，还是比重的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哇，还带上的，怎么了？刚刚我跟你说的嘛，摔了。摔的是吧？嗯。你说的。刚才摔的。我去之前摔的，遇到你的时候就摔了的。对，你看我跟他刚分别，我从那个停车场出来的时候碰到他。你不是说到路上见吗？这是不是在路上见了？对，路上见了。告诉你啊，我不允许你问案都出不了。我很容易兑现的，我们说好路上见，你看我在路上我们就见面了。这个人，我说不让你走吧，你非要走。嗯，这下好了，给你拉了一车人来救援。让我抬吧，我们抬，先抬试一下，应该能抬得动。来吧，让我一边。哎呀，
你能抬的话，嗯嗯，你放吧，你放没事。两把钱卡的，好好好，行。哦，好，你还是能给我回吧，给我卡。要是你两个来跟。对。老司机出新问题啊！我走的时候都卡好了，卡好以后呢？卡好以后正好干嘛来着？就把事情给忘了。抓紧怎么走？待两天再走了，着什么急？这个都已经是留你了。现在我有什么理由去问安呢？我们救了你，你不能请我们吃个饭啊？啊，这倒也是哈，对吧？完了就走不了了。对吧，我们救了你，你是不是应该请我们吃饭？是的。那肯定了，合情又合理。是不是合情合理的？合情合理，对吧？又走不了了，对吧？就我们大老远来救你，请我们吃饭。把车停了，发个语音都跑了。看，小姐姐这个车只能拉四个人。对，小姐姐今天是满载而来，满载而来啊。啊，那回去啊。拉的都是肌肉。肯定回去啊，你不回去，我把两个人抛起来。回去。走，回去。走吧，回去。回去去哪儿啊？去。回去吃哪里？先把车水的。捞位置噻，出来捞位置。捞位置啊！我不得换车。